好了，这里会被偷袭。这一个剧情是要攻略夏侯兰的一个重要的剧情。然后他吧。非常弱，一下就打一半血。哎，还会逆袭，那我再放一个暗器。这就两个打一个，然后一来先丢个暗器，再丢个暗器，又减伤又暴击，好了，打不太到他们。还有这一个减伤，又有暴击。哦，还是可以赢。哦，但是我自己逃跑，就是剧情这里是自己逃跑。勇敢的出去，应该没有问题了。他还是有一个减伤，直接捅了。哦，对，还 miss。暗器不能用，只能用铜人。三次都没死。我放个绝招。夏侯兰出来，
所以首先要选这一个夺魄门，选夺魄门，然后就自己做自己的事，时间到了就会有这个剧情。这里应该是另一个剧情。原来他的招火的娘是这个。打开吧，这里的话新商人编剧这个，好，先到这里。